这些垃圾性的语言特别气人，都是雇佣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写手写的。这种专门训练在大学英语系里叫做技术写作，完全是商业化社会的恶果。其基本宗旨就是教人怎么巧言令色，玩弄语言游戏，诱骗读者上当。比如那些推销服务的信常常说，如果你到时候不取消的话，我们就要开始收费了。但是字面上可不是这么说，字面上说的是，如果你对我们的服务满意并且希望继续的话，您每月的使用费将会非常方便的加到您的账户上。这里的方便一词表面上是用户方便了，不用写支票，不用花钱买信封邮票，不用上街寄信，但是更方便的恐怕是服务公司可以轻易的从你腰包里掏钱，哪怕服务会出现不好的时候。